第一天上班非常紧张，所以他手上拿了个指尖陀螺，可是看起来不能转哎，为什么？它是坏掉了吗？应该是轴承出了问题啊。第一天上班闯红灯，上班快迟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台是怎样？为什么左转不打方向灯呢？哟，他应该从下面走过去吧？哦，停上来这边啊，真是的。这个指尖陀螺真的是不能用啊，把它丢了。那是有手榴弹吗？哦，爆了啦！哎，奇怪，怎么没有人啊？啊，不是这个啦，这是 Spike 啊，给我收起来。OK， 我现在是警探，我先换个衣服啊。好了 ，Michael 第一天上班穿着这个制服啊，真是帅到爆炸啊。欸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任务正在执行啊？我们去支援一下，开他这台配好的新车哦，啊，出发出发。我看一下地图在哪边啊？啊，还蛮近的欸，在靠近下一个警局啊。这是怎样？有敌对目标欸，应该是有小偷还是什么的。赶快前去支援一下了。Shit！ 他们在移动吗？为什么不见了？哦，不会吧？他们开车吗？这怎么走啊？快快快，上来上来上来，交流道。不会吧，绕一圈哦！我已经开那么远了，前面的车让开啊！警察要开过去了，让开啊！要撞我？是不是这里啊？啊，总觉得我要迷路了。烂枪啊！可恶，没打到人啊，上来！开那么快！哎呦呦呦呦，卡住了哈！卡住了齁，有种你下来啊！举手，把手举起来。就你把手举起来，听不懂吗？还想射我？可恶！先把你逮捕啊！真是的，居然想开枪啊！举起来。居然倒了！好，他被带走了。上次 Michael 在一次任务中不小心将那个疑犯给杀死了，那所以他被派到现在这个交警，这个是临检的地方了。OK， 我们看一下他的新车好了，刚才都没有见到他的新车。这个外形真的还蛮帅的哦，911。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今天要来这个临检，对不对？
等一下，这边有台机车躺在这边啊，为什么地上有血迹？啊，等一下，零检的话，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刺胎器放在地上啊？我先放在地上，走开走开，稍等一下啊。OK， 放刺胎器啊，来，下车让我检查一下。你给我下车哦，你个比中指。哎呦，你就这样开过去哦，后面的车也是一样，给我停车哦，停车，有刺胎器，下车，就是你下车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。哎，这个血迹也太可怕了吧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下来，下车，比什么中指啊，你去死啊你！你给我下来，下来哦。下车哦！哦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，干嘛欺负我这个菜鸟警察呢？你给我下来！可恶！下车啊！再打了四轮，他都把你打爆。你说，下来，下车，下车！听不懂吗？听不懂中文在？我下来哦！要冲撞警察，你给我下来！是哪边在开枪啊？塞车啊！那台车就这样就给我开走了，可恶啊！好，这边造成了塞车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这台车开走，走开啊你！可恶！这个移不走啊！啊，跳车，这是什么？Oh no！ 有刺胎器都不怕吗？下来，下车！我叫你下车，给我下来，听到没有？请接受检查，不要走！好，我拿这个下来，干什么？想袭警吗？给我跪下！可恶！哇，这第一集真是不太顺利啊！下车受检啊！哦，撞得很开心的，撞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哈，下车受检不受检？哈 ，Come on， 哎，走，下来，小洞，去死啊你！哇！哦，还好没有撞到我啊！下车啊！哪边在开枪啊？后面的哦，就你啊！哎呦！没中啊！找死，对不对？非法持有枪械嘛，对不对？哈！停车受检，停车，停车！哇哇！现在开车人怎么这么的不看路呢？哦哦哦！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上车啊！接一般的任务好了，这不太平静，对不对？OK， 我们收到线报，这个小路这边好像有一个嫌疑犯啊，去抓他一下。欸，跑哪去了？应该在这里附近的样子哦，我去找一下他。在前面，这是两个求救的人吗？哦吼！哦，凶凶凶凶凶凶！哦，超凶的！没中，没中！哦，他拿什么？哎呀！可恶！举起来，双手举起来！哇，还有个警察挂了。逮捕你！
啊，另外一个女生死掉了。Rest in peace， 不对，为什么一直丢那个下来了？这个动作好丑。好，收队。嗯，成功的逮捕两个貌似疑犯的少女啊！等等。啊，这个警探已经挂了，殉职了。我是不是应该要把他叫一下救护车，人到一下？好，我们继续前进啊！这个警察呢，等一下就会有救护车来救他了，应该吧？这条路真的不好走，我们绕出去喽。哦耶，终于出来了！前面车闪开啊，我要回去部队了。哎呦，那个人骂我。想活了吗？让开！这警察的特权好不好？没事可以开这个警。先看一下这个地图，应该是可以直接回去的吧。先要标这个地方啊 ，OK， 继续往前开。Michael 很帅气的把车停在这里了，又准备要下班了，走喽！第一天上班好累啊，回去交差。欸、怎么退啊？哦、oh, ，Go off， 好啦，退出 ，Yes。哎、欸，是怎样？哪边放炮啊？好，我们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哎，真是的，第一天上班真够累的，好，我们回去休息啦。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这一集的警察模组呢，别忘了按个订阅喜欢并且分享出去啊。那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呢，让我在下方留言给我一下哦。那我们下集再见。